什么啦？这跟照片上面也差太多了吧？把我们钱还了，把我们钱还了。嗯，进来。阿贝，阿贝，阿贝，你看米高九等限量鞋，原价7500，限时下杀1500，哎，你把重点帮我。怎么可能1500？会不会是卖假的？不会啦，你看它上面写说它是专业代购，假一赔十，哎，而且还免运费、货到付款，哎。可是网络代购，哎，还那么便宜。如果他要卖假货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先出货再收钱啊，他像途中就会被发现，我就可以检举他啊。好像还蛮有道理的。他下面有留这个 LINE， 如果我们有买到假货，他也跑不掉啊。阿飞，终于播了啦！好，卖假，王子，王子是527那个五二七。叶先生，有你的快递哦。阿北来了，什么？货来了，1500啦。哎，2000块。哇，你很急耶，1000不够，2000。啊。哎，你们买什么啊？我们在网络上买鞋啦，原价7500，限时特惠1500，两折哎，超便宜的。两折？对啊。阿北来了，走开，都给我走开，都给我走开。你什么啦？这跟照片上面也差太多了吧？而且我那双嘞，你们买到假货了啦！叶一口，你真的很带赛。哎呦，不错啦，至少还有 Made in Taiwan 哎。说你为什么卖假货？气死我了！我好气！你啊，好手好脚，有工作不做，就跑去做诈骗。你知道现在经济很困难，钱很难赚吗？把钱给我，告诉你吧，把钱还给我！把我的钱还来，帮我钱还来！那你们现在该怎么办嘞？卖家的赖啊，对啊，卖家的赖。那我现在跟他说一下，叫他退换给我们。你寄来什么东西啊？亲，怎么了吗？耳烂，谁跟你亲？你以为我们消费者很好骗是不是啊？别生气嘛。少啰嗦，我要退货。好的，亲，请您提供您的订单编号。87875487845 QQ。好的，亲，因为我们的会计已经下班了，退货流程需要7到10个工作天，到时候我们会请物流人员跟您取货，请您耐心等待。怎么样？给不给退？算他有良心，他叫我们把账户给他呢，这一拜就退款给我们。哇，好厉害在。哎，一豪，后来怎么样？他没有退钱给你吗？那个卖家说7到10天呢，再等一下吧。好啦，你记得要催一下。快打我的泡，打我的泡泡。好啦。哎，一个礼拜了，对方汇钱了吗？没有。你要不要考虑先报警啊？报警！报警啊！报警！警察报警啊！好啦，我再来看他啦，好不好？再赖了，好不好？钱汇了没？亲，你好。汇了没？会计还在处理哦。已经一个礼拜了，你们会计到底多不会处理啊，很不专业。你怎么能质疑他的能力呢？他拿过补习班心算第一名呢。这不是重点，再不给我汇钱，我就报警。小哥哥，先别报警，我们明天一定把钱汇到您的账户。哎，千羽真的很聪明哎，我就说报警，他一下就怕了。是你太笨好不好？是他。那他有说什么时候汇钱吗？明天，他说明天一定会。好，我要看看会不会。一定会，相信他。哎，也好，他钱汇了没有？没有。也太久了吧？还是对方本来就没有打算要把钱汇给我们？哎，我也觉得，你们是不是
不是被耍了？好好，我再问最后一次。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！什么不见？那个卖家不见了！啊、要不要报警啊？报什么报？人都没有了。啊！把我的钱还来！把我的钱还来！喂，是我了。谁呀、啊？你猜啊。没心情。我是阿豪了，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跟你当猎狼。没钱了，见你妹啊！